不只是简单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眼神中飘逸，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死去中惊醒，明白你背着我聪明，我是你的唯一，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唯一，我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唯一，我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唯一，我是我的唯一，我是不是我，我是不是我，我是我的唯一，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不只是如影随形，如影随形，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闭上眼睛用心看清，我真的爱你，没人能比你，眼神没肯定，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好美啊，谢谢谢谢谢谢。我就在这一个编曲里头听下去，我就觉得哇塞，完全展现了两人这个交织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是一对恋人哦，但是我们不在一个时间维度哦。假设20年前是 A 点，这段恋情持续到了 B 点，20年后，那今天舞台上是 A 点的那个女人，我是那个 B 点的男人。以我的角度回眸20年的爱情，去感慨反思，那么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在爱情的原点应该是对明天的憧憬忐忑或者有一点点不安，所以这首歌里面它虽然特别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就想用这种留白和泼墨的形式去做。之前老师也说希望帮我解锁不一样的一面嘛，那他当时就把我这几次舞台的每一首歌都形容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画作。这一次的舞台他形容的是一个山水画，就是看似很平淡，但其实里面非常多的内容，而且最后一把墨把它推到高潮，真的真的真的很厉害。我很少看到海群哥唱歌唱到手抖，对，那个情绪到那儿了，哇，我很少看到这个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感情的投入度，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层次，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表达。心压一高，你的好几个高音，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就跟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一样，隐藏着巨大的能量。谢谢老师。刚才你们唱完的第一反应，我说啊，好像我看过这个电影，哎，叫《无法触摸的恋人》。哦，呀，那今天这首歌让我充分接受到了二位在这首歌的演唱所带来的意境和你们想表达的情绪，我今天全部都有接受到。谢谢。